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念佛的话啊，没有修持力，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随顺我们的贪嗔痴的本性，随顺我们所造的呢身口意啊，这个恶业，大家会往哪里去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修持，社会上茫茫这个一般的信众啊，社会上的一般人士，那么他命中之后啊，就必然的去六道轮回，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这个就是师父，这个谈不上容易啊，这个是必然去世啊。那这就是业力啊牵引。就我们自己自身造作的业力呢，会自然的引导我们去六道轮回。那现在我们归途于南无阿弥陀佛呢，所以自己的业力让我们去六道轮回，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他所引导的方向是哪里呢？自然是极乐净土。那既然我们不怀疑说一切众生自身业力的引导会去六道轮回，为什么反而怀疑说，哎，仰靠阿弥陀佛大愿业力是不是很容易往生？这个不存在容易很难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状况。所以才说呢，自然之所牵，往生安乐国。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现在是半夜啊，长夜茫茫，这个天很黑，那么有人呢点了一个小灯，点了一支蜡烛，点一支蜡烛很不容易啊，风吹来了也熄掉了，那么就好不容易挡住了以后呢，只能照到周围三尺宽五尺远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他不能因为这一点呢就怀疑说，哎呀，这个太阳出来了会不会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黑暗长夜破除呢？早晨，每天早晨我们起床看见一轮明日这个升起，虽然太阳还没出来啊，光辉已经照过来了，所以日出而群暗皆消，不能因为自己点一个蜡烛要破这个长夜的黑暗感到很困难，反而怀疑说太阳出来可能也困难。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茫茫的长夜代表我们生死的流转，一支小蜡烛呢代表我们自己微弱的修行，我们自己修行当然很困难了，想破除茫茫生死流转的这个无名大业很困难，那么念佛呢，南无阿弥陀佛就好像太阳一样，你们念佛阳光出生，群暗皆消，长夜得明，很自然。在浴池的人也不能干着急说，哎呀，太阳啊，你得使劲照啊，不然你一出来这个这么大的黑暗挡住了，能不能照破？不存在。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救度亦复如是，非常容易。所以有两句话说，开持不求月啊，持成月自来。说这个人啊，他开持啊，开挖一个水池，他没想到也不敢求说天上的月亮来能过来，但是只要这个水池开凿好了之后，清水灌进去呢，池成，这个池子成就之后，月亮自然来到这个水池里边。我们也一样，有因必有果，所以感应道交。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还不敢说，哎呀，我到底能不能往生，还在担心呢，还不敢求往生的果报呢，只要你持诚月自来，哎，阿弥陀佛来了，临终此弥陀必然现前来迎。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也不用怀疑。还有在龙树在这个谈论大师往生论注里边呢，他也举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我觉得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啊都要用自来水是很能恰当的。那么他是打这个比喻是来说明八地以上的菩萨了无作妙力啊，怎样的供佛度众生。所以无作呢就是不需要造作，自然而然的，他不需要费劲。阿弥陀佛度我们呢，八地菩萨尚且如此了，何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度我们众生呢，他是按照誓愿而来的，他不是成了佛之后在那里拍拍脑门想，哎，我这样去度他，哦，我再想一个办法，那个不是这样，好像还有一个这样才，他是在他成佛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怎样度众生的方法。那么一旦成了佛之后呢，你只要顺了他这个方法，
自然得度。所以佛在那里可以讲不用心，他端身一坐，隐现十方，他很自然就度众生了。他这个方法设定完之后，自然的大家顺着这个就可以得度。那么谭鸾大师举这个比喻，他菩萨了，他呢先找一块地方，那么筑作一个水坝，量以的这个地势的高低啊，把水坝的水呢这个装满，然后呢把这个渠道啊开挖到哪个高啊，到哪块田，到哪块地，水坝水一灌满之后，将来要放水灌溉的时候，他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哎呀一挑啊，一担一担的往哪里田里挑，他就要把闸门一抽，然后这个水呢呼噜呼噜呼噜很欢快的流到高啊低啊这个田里面都流到，对不对？不用操心了。但菩萨亦复如是，阿弥陀佛当然也这样。那么在他成佛之前呢，发了这个誓愿，他就筑起了六字名号的这么一个这个功德的满，储存了功德的啊功德海储满了。那么我们众生的十方众生的心性他都很了解，对每一个众生呢，他都布条管道到你的心，到我们的心坎门口。只要你这个门槛这个地方不封住，你把这小闸门一开，它不就进来了吗？很简单很容易，就像我们家里用自来水，你水头打开，哎，水怎么就来了？怎么叫自来水？自来水自己就来了，是因为啊当初它就布置好了。你如果在这个自来水管以外面再去临手画一个水龙头，或者做一个不是按照这个管道来的，你怎么放就放不出水。那我们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以信心来称念，就好像自来水打开了一样，它自然的流到我们的心中，这个不是很容易吗？那么你修别的法门，你想它出阿弥陀佛这个水出不来，所以道理很自然，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那我们每家每户啊，都有这个管道布到你家里边，阿弥陀佛用无量无边的神通智慧和光明，每一个众生他都用誓愿像布线一样布到我们的心中。那么只要你呢开这个杂罪，至心信乐，一生我国，我们要信愿心底下就流淌出来，乃至十念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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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念念念佛啊，乃至十念乃至一念